我升，拜拜。冇錯，你咪遮仆街。先睇咁企。你俾我試件衫，件衫咁核突，可唔可以睇件球衫？睇唔到個字，講經咩？阿寶，嚟白色叫贏。深色零號犯規。白色夠一三分，五入。九號進攻籃板，白色零號三分唔入，深色三十四防板。哇！佢哋係兩個字咁高喎。呢邊有三十四，呢邊加一，長手長腳。哇！識出嚟，靚嘅三分波，十一號深色 ，Apple 姿勢就 ready 啦，但係就打唔掂。白色零號，零號呢三分都 OK 啊。有一場白球好似係佢啊，癲啊！係啊，九啊一啊，成個字母哥咁樣，漢畫。正路分出嚟俾九號仔，留翻。哦，偷啊！十二深色。哇！白色九號 steal， 大踩界深色多。我睇好難講，我唔記得咗呢兩隊以前打成點。我白色嗰個。我好啊。收尾十二两分，都系啊！防板三号白色，呢场波已经两个 A 啊，算唔算？可以啊！劲中呢下真系劲中，冇计，嘣！好高位，三十四插应分出嚟，喂，什么又 A 啊？唔入。呢場波已經三個 AR 啦，深色。AR 好似計 turnover 啊嘛，定唔計噶？好似。唔計出手嘅。俾人 block shot 先計 turnover， 好似啊。唔係，真係計出手嘅。係咩 ？NBA 好似係計 turnover， 俾人 block shot。好慘啊！擺十三三分，唔入。防板三十四。我平時計唔中翻，我都係計佢。字母哥。咁咪離譜多啲喎，唔中翻佢唔想啊嘛。走步。喂，深色幾個進攻都停滯停滯喎，停住。唉，咩字母哥？唔係，我係佢林香文唱呢條，我抹計計啫，唔係啦，真係唱。深色十二 steal。咁你小心啲啦，深色零到三分，呢个缩得快，真系啊 ！One motion 出手啊，白色三号防板 ，One motion 就出手快，零号仔，白色零号两分，哇！唯有整个 highlight 俾你啦，呢球俾你，即刻 highlight 啊！呢边靓个拍，就系十一，信心危机啊！第一球 AR 咗咧，开始谂啦。冇錯啦 ，shoot is gonna shoot 啊！我收尾十三兩分唔入，防攻板三十四，分嚟十一，好空啊！要起啦今次，入咯，三十四助攻十一入，幾財對嘛？對啊，不用想。就是咧，加一分零。出面冇人猜波，內線零號兩分都是插板唔入，防板十二深色。哎，傳俾邊個？傳俾對面，白色加一 steal。哇，字母哥嚟啦！哇，兩步大到分出嚟，十三犯規線，深色。十一。深色添翻兩次。受到隊友無情的恥笑，好零轉，零轉啦，幾隻隊友嚟咯，真係，
鼓勵你做隊友嚟。冇錯，係 friend 先少鳩你咋，係咪？哦，三比三啊，唔係二比四 ，sorry。咦，唔係喎，三比三啊，三比三，十三，嚇死，分手十三波，係啊，三號防板。零分空加一，白色加三分入零号助攻，穿个靓针，深色十三兩分唔入，白色三號防守籃板，我喺呢邊攞身位，猜停咗，再猜，白色零三分，哎攞翻出嚟，深色三十四防板，深色十二仲有六，哇！但係有字母哥等緊啊，冇辦法啦，唯有向上掉啦。暫停深色，暫停深色。定係咩啊？肥慘啲，矮定肥慘？矮慘啲，肥可以減啊嘛。矮身高冇得喐噶嘛，係咪先？搏你搏骨都冇用啊，係咪先？哎，又唔係喎，聽過講咧，日本咪十 cm 啊嘛。你唔好睇咁多連燈啦，屌！捉到你啊！我有睇好單嘢。我冇。咁我十 cm， 白色零到三分，然後深色十二防板。靚 cut。係啊，我唔係連燈嚟錯啦，掩飾唔到喎。我唔好睇連燈嚟。開波。深色三十四兩分。有啊，助攻十二。呢隊贏嗰隊就去同頭先贏嗰隊打決賽啦，係啊，挑戰組嘅決賽，贏咗三組嘅。哦，偷波係三十四嘅分析，佢落手啊嘛，係咪啊？我以為你繼續。唔係，偷波都盡量都係計落到手嗰個。三十四兩分唔入，公板自己。入又洗翻，防板係三號啊。三號都三四個板啊，五四個，五個啊，成隊都係佢。第一節五個，咁四節咪廿個，即係咁講，即係咁計。第一個三號，三號係往中間去，白色十三兩分入，深色十一防板。U Z 零一二，十二兩分入啊，深色防板係十三號白色。哇！呢邊字母哥嚟啦，睇你點講。我只腳就係咁長，就係咁咯。哇！揾到頭腦，嗰條腰都唔夠，黃蜂腰嚟。正路腰唔夠，掉咗個波上去板頂啦。喂，抽啊！九號，白色九號先。又九一再嚟啦。哇！公板零號再兩分唔入，再公板再兩分唔入，跟住防板深色十三。哦，白色十三 steal， 唔知點解又偷到呢邊二打零啦。白色零號入啊，助攻十三。深色零三分唔入，白色九啊一防守啊，打零號攞，喂呢邊。兩分嚟嘅九號唔入，防板深色零號。深色十一兩分唔入，白色九號防守籃板。哇！又衝啦，有冇人阻止佢？有冇人阻止佢？哇！九一三分入啊！兩投三分，三十秒。
即係當佢有咁嘅身形，佢最有射術嘅話，點搞啊？深色十三三分，唔入白色九廿一防白，哦，賺個吉，十秒啊！呢一節仲有十秒，再嚟一球好冇？唔好，公板八號兩分入埋，加咗啦，十五碼啊！